greeted by a cute little smile. 居然全假日来 Costco， 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Everything is beautiful Tuesday afternoon. I'm calling you home. Just to hear your voice on the phone. I think of you, and I'm not alone. 欢迎光临。我们今天居然选假日来 Costco， 是不是疯掉 ？Costco 到底礼拜几来比较好？一定是平日白天这种啊。它假日品项会比较多吗？不会。不知道，不是因为我们前几天都没有空，我们只有今天有空，所以就只好今天来 Costco 了。虽然人多到我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老公最近好爱买植物，他果然是直男哎，植物的植物，好可爱哦。这可以买吗？啊？什么铲子？没有漂亮的吗？没有哎，它这个就很男生。好啊，你买吧，反正我也不会用。你说的对，请放。之前很多人问我，我平常限动发的那个看起来很好吃的粉丝，就是在 Costco 买的啦。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放不下的啦，完蛋了，怎么回家啊？好可怕哦。我早上第一个步骤会用极光水擦过全脸，然后再来呢会擦维他命 C， 这个也是宝拉甄选的 C15 的一个维他命 C 的精华。那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，早上擦维他命 C 可以维持肌肤的屏障，让你的肌肤可以抵抗外在的一些脏东西啊、灰尘啊等等之类的。皮肤很黏黏的时候就可以上防晒。然后因为我今天要出门，所以我就会擦这个慕迪的柔焦润色防晒乳，它挤出来就是有颜色的，我觉得它润色效果非常好。可是擦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变白了。它那种校正肤色的效果，我觉得很不错。OK， 擦完毕。准备出发，给大家看一下 OOTD。非常休闲的穿搭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干嘛？出货。是的，我们要去出货。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因为我今天还有一些片要剪什么的，但是，我就是去陪我老公，老公加油。我觉得你不陪我效率会比较高啦，但没关系，我还是很喜欢你的。噔噔噔噔噔，耶！我的咖啡。我早上一定要喝一杯咖啡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因为 Seven 呢，自从他们换了燕麦奶之后呢，他们的咖啡变得超级好喝，所以我现在只要喝 Seven 的燕麦奶就可以了。我还没现在全带着发到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，想说早赶快去公司出货。是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工作室呢，连线完之后就是一个出货期，然后这边就通通都是衣服在检查呀、整理啊等等的，然后好乱哦，这边就是出货区，这样我们在这里包东西。想要来吃万万良的牛肉面，这个好像是茄烧牛肉口味。我个人呢非常不喜欢番茄，但听说他们的番茄好像很厉害，所以我想说我还是来试试看，就非常的方便，就是一个料理包嘛。然后好像还有酸菜吧，这里面有酸菜，然后跟
店本人，然后他们的面是这种比较粗的面，希望好吃。觉得味道很浓郁耶，感觉汤头一定也很好。嗯，而且讨厌番茄的人 OK 耶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番茄味煮在汤里非常好喝。麦味娘厉害哦。嗯，今天是上班日，去公司前我跟我老公今天要先去整骨，今天是联合二手拍的时间。我今天是很佛系啊，我今天史上最少东西一次的二手拍。对，虽然说史上最少，可是其实看大家看这边很少、欸，然后还有架子，衣架没有满哎、欸。真的耶，平常二手拍是这里全部都是我的东西，还是因为来不及整理完？因为我就想说，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泰拉跟黄小爱吧？没错，因为今天其实是他们瘦了以后，主题是瘦下来。请问一下，衣服穿不下，所以只好来办二手拍、啊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主题好像跟我没有关系耶。但是稍微清空一下，因为我就想说他们应该愿意给我一张桌子吧，没错，那我就是小摆一下，小摆一下。我今天就是很佛系啦，我今天两个行李箱就搞定了。哦，我们这边都便宜卖哦，没有关系哦。可以耶，十号半卡。哇，超好看，好搭你的大地色哦。跟你买，跟你买。好，我要这双。这双是谁？他的，他的。这么多小款型。真的，哎，这我老公的鞋。鞋子都是我朋友的，我的这边女装哦。不是你的。我跟你讲，之后频道要开始赚钱，就是男生要开始女装，对不对？开始先。没关系，我老公先不用，谢谢。阿该了，阿该加油。阿该已经买三件了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这背心也太帅了吧！好好看耶。我怕我们这一摊等一下那个观众还没有进来就被你老公买完。你要鞋我也想买耶，这双我也想买。你穿得下吗？刚这太太已经穿得下，可是因为哎 ，guess what， 跟我今天穿的鞋一模一样，干嘛买？不要浪费钱了，我老公要买了，他现在已经换装完毕了。我也穿情侣鞋了。天哪，你们今天穿好像哦，像都是一样的。你们今天穿太像了吧？我们是假 CP。在卡都恰逛街了，没错，可以拍一些厉害的片呢。再来一首 Welcome to New York， It's been waiting for you， Welcome to New York， Welcome to New York， Yeah。 哎，你当初有这件衣服，你就每哎你每个业配都扮泰勒斯啊？我要穿去新加坡的，好可惜。对呀，这件我被穿的。我要。讲完要不要买？都拍进去了，我就不要买，我要带走。带走 ，OK OK。
间终于有灯了，不然之前这个天花板丑的要死。谢谢老公，你最棒。欢迎光临。我们呢，为了泰拉这会客呢，你左右看一下，我们还去买花。桔梗，桔梗，然后还有一些黄玫瑰这样子，很美。只能说非常的可爱、啊，有真的宾至如归。谢谢。是我第一次来 Apple 家，然后没错，住下来。耶、yeah, ，你是第一个来住的人哎、哦。真的假的？就是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家离桃园机场超级非常近，非常近。台中人的最痛的就是搭飞机。你是几点飞机？我八点要到机场。哦，可以，十五分钟就会到、哦。太完美了。下面是马铃薯有肉，然后上面海就是鱼，生鱼片焖，然后还有鱼子酱。哦，这个很高级耶。好啊，再点啊。这个红可以再点。可以可以，一人吃两个。这家好好吃哦。你看泰拉来，我们不止沙花呢，还带他来吃好吃的东西。这家真好吃哎。我们在物色一些拼图好吃的酱。要。然后要带朋友们来解锁。没错，我只能说品味蛮好的。所以这些。